是在想我哈？哎呦，你拢骗人，我等足久。唔是啦，啊，我的卡上哦，平常时就足够细细念的啊，啊，今仔日唔知安怎哦，拢唔去困呢，唔知影是唔是人地关系啦。我一直等哦，等伊去困以后，我才有法度落来啊。卖生气啦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有想我无啊？他拄啊哦，是想啦，也唔过今嘛袂想啊。真话啊，我发现你生气的时阵足古锥的呢。你莫来佚佗啊！今嘛才讲好听话哦，已经袂赴啊。哈，这查甫人吼，那是真心真意的哦，来跟你讲好话的时阵，什么时阵嘛无算话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你真讨厌啊！我看你是在想我，对不对？珍妮娃，我来准讲你宝贝来嘞。啊，我今麦不是来啊，厝里迄个哦起怀疑啦，啊，我甲安大好，我才有法度出来啊，对不？拄只妈妈送来个口腔话，叫我莫甲遐姊妹得过。你敢知影？我即马除了你以外，别人客拢无要食伊只安尼口腔话。你真正无食别人客啊？是啊，自我头一摆看到你，就就介意你。除了你以外，无法度搁看第二个人。你心内敢若我一个？我就是介你这个嘴吼，这么甜啦。也不过，你常常帮我一个人，就是无人的呢。有当阵我咧想讲，咱两个这段情，你是不是敢若算算？上公想要算算的呢啊！哎，这是我送给你。你误会我啦，我是介意你查甫人的气概，是不是为着你的钱嘞？啊，我知我知，来啊，你看麦，这小一点点的心意啦。像你水，搁像你有价值哦，你真正让我足感动的呢。来，我替你挂。嗯。哦，你看我这条布链真正有够水的啦！多谢你，我就知影你上听话。明仔载，先生就要回来啊！你有听到无？明仔载，先生就要回来啊！我有听到啦，啊，我即摆就咧想办法啊。想啥物办法？我咧想一个吼，下当互咱两个做伙，啊，毋过等厝内底人拢回来，要来你的房间就较无方便啊啦。我咧想吼，以后咱可能就爱伫外口约会啊。事情哪会变成安尼啦？你敢知影？自细汉，阮家拢真善巧，阿爸阿母，因辛辛苦苦赚钱，就是希望我会当有出团，会当赚钱，互小弟小妹读册，互全家伙仔过好的生活。啊，即摆嘞，即摆。我说跟你这种有好有假的人做伙。好啦，咱们你莫激动好不？伊若是知影我跟你做伙，伊一定会足生气，会把我打死的呢。你放心啦，我对你会负责的啊。我一定会永远疼惜你、珍惜你的啦。
感情正，啊！你的爸母吼，你小弟啦，林小妹啦，反正恁家的代志吼，我会斗相共的啦，你放心吼。那安尼我嘞，我袂当搁留伫遮啊。你无要留伫遮，你想要去大病院哦？我想要家己。 出去开业，才是安尼哦，赚较济钱。你想要开做诊所？好，你给我时间，我会好好处理这件代志。什么叫做你会好好处理这件代志啊？你想要给我做你的摄影师？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 其实哦，我很客气，这几年慢慢啊拢无感情啊啦。虽然我很疑心阿母，也唔过阮两个哦，足久无斗阵啊啦。那安尼，你敢袂介意你的？你讲要予你一段时间处理，就是这意思。 好啦，我给你时间，也不过你袂当拖太久哦。